我非常便饱了，休息一宿，我愿当学子呢。好。妈妈说说了，咱先吃吃一把。好，那咱走吧。今天你乖了。妈，我买了个墨迹给你。但是洋葱炒的时间不能太短啊。啊。我放上碟给你试一下。啊。我长不长，吃不吃饭？长，吃饭呢。啊。嗯，来嘛。啊。来，嬷嬷帮你按。好，师傅呢哈，师傅师傅。这当师傅人家也花花的钱。你这个看不管。我那么些人你走了，让人丢职随丧，还有人让人偷白，还是一考的时间都拿出来了啊。你别让人偷白了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好。妈妈，我呀。好。嗯，好，我妈你等等。爸爸，这个比你的我自己养到了，跟奶奶都看啊，奶奶还都盼你我说，盼你去看说。奶奶下辈子都吃点啥，快快长大。